啊哈！经过了几周的小浪突突后，今天的双狮终于重振雄风啦！哇，终于有size啊！但是因为size蛮大的，今天人却不多 ，perfect morning， 没有人跟你抢浪，哇，看这个管，哇，看这个管，喷啊喷啊，太喷啊！这管划不出去的长板，惨烈啊，好惨，划不出去的长板，太惨烈。 棒！哦，大浪！哇哦哦哦哦！哦哟，好巨好巨啊！气板啊！哦哦，不可能吧？插水啦！哎呀，还好拉回来了。这个追不到，有没有？哇，有曲！哇哇哇！太强了！哇，三名软板战士。 Go Go Power Ranger， 三个黄色战士，棒！哦呦，很强哎！哦，追了！哇，这长板厉害！哎呀，进管！哇，这个被炸掉！哟，哇，差一点也进管，出不来，出去了！哇，小黄出去了，他朋友也出去了，放弃了！什么？哎呀哎呀！ 好惨好惨，滑也滑不出去，白花也冲不到。哎呀，太惨了！棒，起来，拜托你啊！碎呀！哇啪！哇，一个攻击白花！哇，小黄战士！哎呀！哎呦，漂亮漂亮漂亮！一个正跑！哇，一个 floater！ 我这浪，哦，太卷了太卷了，没有人敢下！哎呦！ Pipeline 等级的浪，正则的所有的长板，哇，长板，哇，尽管，哇，漂亮，哎呦，还在，哇，厉害，一道浪两个人玩，哇，今天这位长板妹妹很能下，专干大浪的，不错，长板妹妹今天太强了，各种大浪各种下，哇，尽管了，哇，尽管了，太屌了，哎哎哎，有有漂亮。 漂亮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水花甩得漂亮，打回了一个 roundhouse， 哇，漂亮的收板，哎呦，又是长板妹妹，哇，一个 floater 接了一个小 air， 长板也能 air， 太厉害了，这个有了，小黄战士，啊，小黄战士没有，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，哎呦，漂亮，漂亮的长板，哇，哇。 跑了两个足球场那么多，哇！逃命！大家快逃！哎呦，哇！这个划水厉害，哇！这个划水一等一的划水，哇哟 ！radical 的甩，哇！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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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收板厉害了，哇！哇！双狮巨兽，哦！长板妹妹，长板妹妹，啊！长板妹妹。 啊，可惜！哎呦，哎呦，是谁？尽管再加速，漂亮的收板！哇、哦、哇，这下子漂亮！哎呦，打一个 off the lip， 漂亮！哇哇哇，太帅！这个追到了，漂亮，漂亮一个左跑，我、哦、帅！哇，这水花，我不刷！ 哇哇，屌啊！哎呦，哎呦，长板妹妹，长板妹妹，吧！哎，漂亮，哇，漂亮，哇，惊人的平衡感，我有一甩，一个 run house， 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继续等待，啊，没有，小黄战士。 哇！白花小黄战士，白花艺术，哦哟，金鸡独立，哦吼吼，插板妹妹，哦哟，这么 critical 的浪可以给你走板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漂亮！ 漂亮起蹭，哇呀，这水花甩得漂亮，起大风了。好，我们录个最后一道浪。
哦，是谁？最后一道浪，哇，漂亮的 off the lip。哇，一个 cut back， 哎呀呀，可惜 losing grab。不要穿，不要穿啊！还没录到，我相机还没准备好，不要穿。好呀，漂亮。哦，绕过，绕过白花，我有斜跑，屌啊！哦，还在等，还在等，我有机会，打一个 leap。小甩一下，喵！哎呦，漂亮！哇，两个人，哦，哇，太刺激了！哇，漂亮起蹭，一个斜跑，哎，绕得过吗？哇，被吞噬！哇，哎，手板，哇，漂亮哦！哇！温馨时段，融化吧，各位观众，融化！哎呀 ，A friend， 哎，跳跳跳跳，哎，跳到浪壁后面，哇，帅气呀 ！Local 守护神，董哥，可以，火刷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 ，Air 吗？年轻人太冲动了，哦，还有，哇，漂亮手板，哎，后面这个漂亮起蹭，转八蹲蹭，这个水花，哎呀，还有水花。哎呀，漂亮手板！哎呦，哇，一个接一个，哇 ，action 不停歇，呜呼，360呢，赚起来！哦，漂亮，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可惜失速。有，这，哎呦，原地腾空，骇客任务！哇，白花吞噬大家！哦，勇者的挑战，哎呦，漂亮！哦呦呦，这水花，这水花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哇 ，run house， snap， 咚，手板，哎呦，哦，下去了，啊，唰，呼啪，哇！唰！后面还有各位观众，仔细看好，两个人同时玩，哇！后面好大，我说水花好大啊！唰！哎呀，哇！哎呦！唰！说完，学生妹好好不上课，跑来这边拍嘴炮摄影师，哇，这浪大到你看，海巡署上来关切啦，太大啦！我们双狮冲阵凶风，哇，有人，我不刷，哇，疯快，哦哟，唰，哇，漂亮，还有还有，保持平衡，上去，再一个再一个 ，run house。哇！哎呦，跳跳，呼唰！哦吼吼 ！Off the lip， 精彩的表演。哎呦，漂亮！八层层，哇 ！Top turn， 哇塞！哎呦，加速 ！Off the lip， 哇吼吼！短暂的 air 时间，裁判给了他9分，漂亮！哎呦，哇！这个加速动作有够大，哇！再来，微微的风 climb， 哎呦，哎呀呀呀，哎呦，啊，再来加速，哇，这个甩漂亮，哇，哎呀，绕不过，绕不过，啊，惨！黄昏时刻，大家都抢着下水，哇，壮硕壮硕，给各位观赏一下日落前的双狮，哇！龟山岛藏在海的后面，如此的美丽，就让最后停留在这个和谐的画面，跟各位说拜拜。那我们嘴炮摄影师
下集见。我是 Darren， 再会。